原本冬季才大流行的流感，今年却十分异常。疫情从夏季五六月就已经开始，原本七八月转淡，进入十月后又开始增加。而鼻喉科医师提醒三件事：快打流感疫苗，出入人多公共场所要戴口罩、勤洗手。不过，公费的流感国光疫苗十月才刚开打，卫福部疾管署十二号晚上就公布，基隆市主动通报发现一支流感疫苗变色，疫苗呈现黄色。这剂国光流感疫苗经查同批，一共18.3万剂，分别送至六县市，已经接种7.5万剂，目前库存仍有10.8万剂，将通通暂停使用。单一支的一个疫苗的变色情形哈，那这个其他的同批号的疫苗，目前在初步的检视是没有类似的状况，不过还在持续的清查当中。接下来就会要求药厂国安公司，他必须针对这一支变色疫苗做相关的调查。经清查，该卫生所同批号疫苗没有变色，但慎重起见，已经通知食药署启动调查。医师推测，最可能原因是氧化现象，而导致氧化有两种可能，一种是温度保存不足，另一种是疫苗密封异常。它在封口的这种过程当中，是不是有一点点小瑕疵的？清澈度跟这种颜色的改变有没有发生这种情况？氧化之类的话，理论上身体是自己可以处理掉这个状况。医师指出，施打变质的疫苗对人体未必会有非常剧烈的反应，不过仍有机会出现发热情形。专家也呼吁，疫苗变色成黄色可能与存放有关，应该尽速找出原因，才能避免意外事件再次发生。记者乔桂轩台北采访报道。我是徐国豪，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，体会到播报新闻所需要的稳健台风，以及掌握突发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，为观众播报最及时的新闻，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。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哦。